妈妈，你在弄什么？嗯，弄什么东西？你在切肉做叉烧，你看一下这边。好，切来做叉烧。兔猪肉，看一下这个切的那么多一盆肉。嗯，一盆那么多。嗯，做叉烧，全部做叉烧。嗯，兔猪肉。哦。你吃个垃圾桶拿走，拿去扔掉啊、哦！嗯，你去那个超市去买那个腌制那个叉烧的料，哦、准备也得可以备年货了。嗯，顺便备年货。扔掉垃圾，我们去备年货哦。嗯。好久不来超市了是吧？嗯，走吧，去买料做那个叉烧。很久没来了。对呀、啊。直走啊。就买那个料就可以了吗？对啊，买那叉烧料得了。嗯，买了一大袋的那个烧烤料，那个叉烧料。嗯，回去做。今天去超市买的料了，然后我全部腌制好了，冰糖、生抽，那个秘制的那个烧烤料，葱、姜、蒜，然后的话放了好几种配料下去腌制。腌制两夜三天就可以下油锅了。嘉欣，你在这里做作业还可以看外景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你看一下，这可以看一下外景。放松。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是吧？嗯。下雨了。是的，今天下雨了。外面的话，哇，真的今天下雨了，天蒙蒙的。街上人来人往，路上人来人往，天气不好，真的。嘉欣带你去表姐那里看他们做那个马脚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个油脚，我们也要做。你去看一下。这几天我们都要做年货出来了哦。嗯、现在是回村里，静静的。我们现在来到村里面了，看一下做油角。哎呦，这几个人都在一起玩了，你看。好，去看一下做油角。小梅姜还要几斤米粉吗？还有十斤米。哦，好的好的，等会去给车走。真。你要卖糖啊？还没有。哦，快，卖什么？卖白糖哎。白糖。哦，好的。做马脚过年了。我也开始下，我也做时间。我们叫怎么做吗？那锯斧跟锯板在那里啊，很看很贼呀。好啊。要三根是吧？啊，对呀。啊，能做还有三根几斤料的，真的。对。这么做吗？跟住点啦，难嘞，跟住哦，老手，东边，阿家屋好，很平坦啦，好啊，做啦。村里每个人都在忙着做这个油角，你看一下啊，嗯。
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。我们现在揣的就是我们的吗？我们现在做十斤。哦。表姐刚好留有十斤粉给我们。哦。这里有小鸡耶。嗯。做一百斤。一百斤，几家人做？这里还有一筐，这里还有一筐，你讲。嗯在线学做有奖。阿全他妈。这个都有奖，要不然都没奖。我要跟你打落地哈。打姐，这个是弄漂亮哈。嗯。打落地哈。一泡呢，更烧更高，更大。因为它火烫，它糯米不烫呢。来，打落地哈，摆一个。打根的哈的。真的是年味来了。过年了，忙。我们拿好根就好了啊。嗯。做好了，上车吧。啊，走啊，走跟那个钟头啊。你做啥？啊，他们在走哪哈？跟那边那一栋楼那一栋房，走哪哈更多？没有，非常了解。我已经饱了。小孩子先吃，我们等一下再吃。土鸭是吗？吃土鸭。来，出去。吃完饭继续。要弄到今天晚上，要到十二点吗？应该不用吧，别吓人哦，不用到十二点的。啊，回到家了，收获满满了，今天进村。三大袋。嗯，三大袋，收获满满是吧？我们回到家喽，这个是我们的。麻花根和马脚。啊，麻花根马脚，好了，我们今天到家了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分享到这里了，这一期。